你是来取表的是吧？嗯，对。那现在想做什么？缩短一下，就是缩短。宣判。你带的，原来不是你带的吗？不是，我带的。你带的？它碎了，重新做了清洗保养，换玻璃是吧？啊，这个表面甩。表好啊，经典。一般吧，这个。经典，它这表盘里面是刻度是钻石的，是金包钻。经典，扣也经典，给你儿子戴的，对，修完你看很新啊，哈，是啊，都翻新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好久好久的，很多年了，这口碑就很好，是吧？有时候他们对，也是朋友介绍我们来的，我们自己如果让我们自己也找不到，朋友介绍你过来的，我们有个哥们喜欢玩劳力士，那老刘是，像你，他估计他经常上我们这边来。对，他要保养，他手上七八个的各种款式的劳力士。七八个手表，喜欢就是。小伙子，你戴的时候你要爱惜一点。现在表十几万，我那种其他那种新款的，不行啊！那个新款的那个现在劳力士有一款新款的，它机芯是3万35的，戴不了2年，估计走走就停了。掉价。外观就是做稍微新款一点，它外壳外观了。对，但是年轻人喜欢那种。它迪通拿的年轻人喜欢，迪通拿，这是比较保值的啊。金表都保值。这种没什么，你要往好处想，摔了可能就躲过一劫。也是哈，就跟那些戴玉镯的摔烂的，他说是躲过一劫，就是这个玉给你打，不要太紧，这样我觉得可以。你觉得？首先，我们洗过卡。或者安排好，再少一点，因为太紧。现在是太紧了，太松。他觉得好像有点松，还是有点松。是不是松？对。放在放了个勺子，快松个地啊！再少一格，可以，我再给你拆一格。包里那个。哎，我给你拆下来的，你这些要保管好啊。当然，这些都是18K 金的，对，中间是18K 金的鉴金，去判一节大概是2000块钱。这样，这样戴着舒服。再舒服了，对，它没有往下甩，就是对对，太松了，它也容易磨损表带。紧的就不舒服，因为有时候运动或者走路一出好，很有分量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你慢走，有什么需要再来。好，不客气。